警察先生，警察先生，不要这样，警察先生，警察先生不要动手，警察先生，工程车队啊，工程车队啊，工程车队啊，我不可以啦，因为我再不来的话，他们就。去的时候记得要带一个凳子过去啊！不要那个扔掉梯子。工程车队哦！那个，有水牙的，这有绿绿的。警察先生，你们看你们在干嘛？随便看你喜欢哪一颗就爬哪一颗。保护这些工人，让进来砍树吗？哎，警察先生，你